男人玩够了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知道吗？今天我来告诉你吧。第一个，都说世上没有不偷腥的猫，爱玩呢是男人的天性，尤其是在情场上面。男人对异性的追求呀，无论是在什么时候都不会停止的。第二个，其实男人的玩性呢跟年龄没有太大关系，50多岁的男人呀也同样不老实，年轻的时候呢风流倜傥，就算是真正的老了，身体上衰弱了，也同样会过过嘴瘾，说说荤笑话，这就是男人的本性了。第三个，男人的本性呢，他会形成一个惯性，一旦他有了中意的目标出现，一旦吊起了他想征服的欲望，就算是有道德约束都会阻挡不了他的。所以呢，从以上几点来看呀，没有玩够的男人，只有说男人玩不动了，可能才是他真正玩够的时候吧。朋友，如果说你现在还是单身，是真心想找一个温柔体贴的女人陪在你身边，那我今天呢就跟你说一个找对象的好地方，就是我视频左下角，你看到了没有，上面有很多优质的单身美女，照片都是本人，可以语音聊，也可以视频聊，聊得好了随时就可以同城见面，快点我视频左下角试试看吧。